谁呀？来了来了。神医啊！哎呀，纪检博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来来来，纪检博，这是哎呀，我的手，哎呀，地瓜，你就哄哄我。我今天早上去那个菜场啊，哎呀，老新鲜了，里面黄瓤的，特好吃，特甜。我这边忙买了一袋，给你带了一袋。你尝尝鲜儿，哎呀，这现在健康彻底了，放哪儿啊？这还挺沉，挺沉，挺沉。回家怎么说呀？啊，继续装傻充愣。骗人有风险，说谎得谨慎啊！啊，说你姐加班，你妈要是打电话到单位去，怎么解释啊？怎么办？我要是能解释的话，那这个就不是个事儿了。那你说能怎么办啊？当面揭穿，那我姐不得把咱俩皮给扒了？是扒了我的皮。哎呀，现在我被逼的，我换个工作的心思都有了。待着，哎，哎呀妈呀，这鱼这么大呀，在哪儿买的呀？是我们老彭钓的，他老钓鱼，我们家老吃鱼。哎，你以后可得老来哦。啊，好啊，这我把那鱼带回去给倩倩炖着吃。哎，我说亲家母啊，你看这孩子们的婚事儿也完成了，那咱们也完成了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以后你可得常来串门。哎呦。哎呀，我倒是想常来呢。你看你多好啊，就这么一个姑娘一嫁，这完事儿了。哎呦，我呀那是万里长征才开始第一步，我那不是还一老姑娘呢吗？哎呦，愁死我了都快。哎，俏俏不是说她有男朋友吗？不是，原来有一个来的，那离婚的，她还带个孩子呢。嗨。要是其他方面都特别好，我看也没什么二婚怕什么的。不是，他除了长得呀稍微顺溜点，其他条件真的不怎么地。不过现在，嗨，他俩也完了，拉倒了，拉倒了。那太可惜了。哎呀，亲家母，吹了不可惜，不吹啊，倒可惜我们家那黄花姑娘了。你说一大黄花姑娘跟着一二婚，还得给人做后妈，你这不，咱当老的不得替姑娘想啊，是吧？是。那啥，亲家母啊，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哈，能不能在您那个学校里头，给那个饭碗留意着点那个单身的啊，那个年轻的，这个有文化的那老师，你给饭碗介绍一个，好歹他也是俏俏的大姑子不是？亲家母，我帮你留意一下。哎呀，你看，我就知道您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只要你一出手，这事儿准成了。那就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哟，妈，你炖什么这么香呢？鱼啊，我。这是你爸钓的鱼，我今天上你们家了。啊，快快快，洗手啊，妈，你妈一会儿就给你弄好。哎，妈，我帮你吧。哎呀，你俩都累一天了，去去去，歇着。我真不累，我真不累，马上就弄好了。哟，对了，妈，您坐下，我有话跟您说。真的，您不说这鱼的事儿，我差点忘了。啥事儿啊？我妈呀，今天给我打了电话，她说有几句话得捎给您。哎呦，那个，特别感谢您对我们家送的。红薯，黄瓤的，特别甜，是人的健康食品。还有就是，我爸妈说呀，我有福气，找了一个好婆婆，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。哎呦，你看这文化人就是会夸人，都弄得我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不，那谁饭碗没跟你们一块回来呀？饭碗他，今天加班。晚点又加班，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天天加班，没见他多拿一分钱奖金回来。哎，俏俏啊，你得跟妈说实话啊，这饭碗是不是又跟那个不要脸的图钉出去勾勾搭搭约会去了？没有啊，真的真没有，肯定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回屋了啊。
现在可明白说真话的好处了，就是自己说过什么不用记住。以前呢，我只要在你妈面前装装傻就行，现在可好，我又成了你姐的帮凶，我这负担是越来越重了，我骗谁都不合适啊。我知道，乔乔，我的好乔乔呢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，这就是你的优点。现在倒好，我说谎比喝汤还溜。哎呀，这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就婆媳之间啊，一碗汤的距离是最合适的，也就是说你妈那边汤刚下锅，我们过去汤还没凉，明白吗？赶紧搬家。明白明白。哎，我看看我妈那碗汤好了吗。范范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啊？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妈都怀疑你了，你赶紧回来吧！真的，我都已经编不下去了。什么？你吃完宵夜再回来？别呀，你别吃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哎，哎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居然挂我电话！你倒好，你什么都不管啊，什么瞎话都让我来编。什么人呢？哎呦，怎么办呀？妈要问起来。怎么说？继续骗他。妈，关键时刻还是得瞧我们家俏俏。闺蜜这么多年不是白处的。哎，你说，要不然咱请她吃顿饭，让我给俏俏买点东西也行。俏俏在咱俩的事儿真是挺伤心的，并且我跟你说，她跟你妈那边关系确实不好办。是不好办，好办我能让她办。哎，关键时候还是家里人最靠谱。真的，这没最靠谱了。阿姨，阿什么姨？阿什么姨呀？你在医院写的保证书你忘了？我待会儿再给你算账。饭碗啊？加班哈，啊，加班在这儿加班啊，加班跟这个人加班啊，你骗谁呢你？哎，我还告诉你图钉，你就是一个真图钉，钉我们家墙上，我也得给你拔出来，你信不信呢？哎，愣什么愣啊？打包啊？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现在我左右两边都不是人了。我现在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彻彻底底的叛徒。我以后在你们家怎么做人呢？我怎么做儿媳妇啊？我怎么做弟妹呀？我怎么做闺蜜？我怎么做同事？我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吧？哎呦，来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做啊！来，别急别急，媳妇儿，看着我的眼睛，问自己：你是谁？你是彭俏俏，彭俏俏是谁？是范亮的老婆呀。你有问题，谁来解决？当然是我范亮帮你解决了，你放心，老婆，我过两天会找我姐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，这个头我出。还出头呢？你出屁股也没用啊！你看，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看你对我姐是比较了解的，对吧？你们俩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就比我们俩那么短那么一点点，是吧？你看我姐过两天呢，她就会消了气了，然后这事就过去了，大不了以后咱们对她好点，再好点，更好点。不想活了我。哎呀，活着啊，活着，活着，活着啊，没那么大事啊。嗯，啊，真的。啊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亲家母，感谢感谢啊。行行行行行，对，哎对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谢谢啊，来，再见再见。老烦了。妥了！哎，不是，什么妥了？饭碗的对象啊！
得说人家爱萍啊，但是文化人，对不对？那办事就是靠谱。我今天上午才去找的他，这不晚上来电话定了，明天就见面了。哎，你这个人吧，前些日子你还骂人家呢，现在你看又夸上了。哎，范建国，你懂不懂啥叫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啊？只要跟我战红英在一个战壕里的，那都是好同志。哎呀，可以睡个踏实觉喽。哎呦，哎，相亲。饭店的地址，晚上6点不见不散。不去。你去不去啊？你是想把你妈气死，让你爸给你找个后妈是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后妈才不管你什么图钉摁钉呢，人家爱谁谁，这就你亲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哪有后妈呀？有吗？什么后妈？你有能力给我介绍一个漂亮点儿。范建国，你真好意思的哈！你瞪着俩大眼睛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虚啊！当年我要不是把那个狐狸精从你们厂赶走，我告诉你，那小狐狸精现在就是你们后妈。当孩子面瞎说什么？没瞎说。别的事儿。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哎，饭碗啊！你以为我每天吃饱了饭，我这逗你玩呢？你出去打听打听去，有别人相亲的吗？我不用出去打听，这不现成的俩吗？亮子、俏俏，快，你们俩也表个态，发表个意见。那个妈，我觉得啊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个我们的事情应该我们自己做主，对吧？哎，行，自己做主，那得是聪明人吧？就像你姐这种大傻子，你看现在对象对象搞成这样，结婚弄成那样，她能做得了主吗？嗯，那是。我选谁不选谁，我做不了主。我相不相亲，我总能自个儿拿主意吧？就拿不了主意了，我告诉你。人家俏俏的妈容易吗？为这事儿跑前跑后的，她要不看见你是啊彭俏俏的大姑子，人家管你吗？我妈？啊？这相亲的事儿是我妈介绍的？对呀，我去求的你妈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演，哎，真会演！你现在跟我妈配合是天衣无缝了啊！哎，别接接饭碗，你别不识好人心啊！气死我算了！我告诉你，咱俩拿着拿着你打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让他去啊！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吃饭吧，吃饭吧！哎，气死我，吃不进去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哎，你们好歹跟我说一声吧。对呀，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，你婆婆没跟你说呀？我婆婆要告诉我了，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啊。哎，您到哪儿找的这么一位跟饭碗相亲的呀？你爸给找的。爸，还是您给找的呀？哎，怎么这事儿您这么热心肠啊？这还不是你那婆婆找上门来，让我们帮着给她女儿介绍个对象，我们顺嘴就答应了。谁想到这家人这么复杂呀？爸，一点都不复杂。这个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。这事儿不赖您，不赖您。那赖我？哎，不是，都赖我。不是不是，也不是。我倒好，我成靶子了，谁要是不高兴，都可以向我开火。哎呀，回头跟小婉说清楚了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我要是能跟他说得清楚，我也不至于在这儿愁着一副脸对着你们了。哎，那要不我去把这相亲的事儿给推了？哎，别，您可千万别推了，要推了呀，这事儿就更烦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能怎么办呀？我先搞定饭碗。哎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妈，我跟他去了啊。哎，那个回头我们再说。哎，那个爸，妈，那个辛苦您了。啊，小心点儿。冤狱啊！谁说不是呢？连环套啊！哎呀。现在可好了，现在不管我说什么，你姐都不会信我了。哎呀，现在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现在您得把那什么给搞定。我明白，相亲相亲。现在他连电话都不接，别说劝他去了。啊，
不是你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你别告诉我让我替他去相亲吧。就是你啊！是，你是范文。你好。少来这一套，这是老人家干的事儿，免了。哎，你点菜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想着等着你来了，你看你喜欢吃点什么，你来点吧。大老爷们儿怎么那么磨叽啊？你说这儿有什么可吃的呀？你就选那些特色的点不就完了吗？好，服务员。范小姐，范小姐，这儿不让吸烟。你的情况呢？我都了解了。老师，挺不错的，就是整天待讲台上太没劲了。想听我的吗？好。我呢，在游乐场工作。你别听那贱人瞎说，我就是一普通卖票的。那工作要多无聊有多无聊，就这活，迟早有一天他们我就给他辞了。我今年呀，30有3。银行呢，没贷款，没存款，挣多少花多少，月光族。啊，之前呢交了16个男朋友，没有一个靠谱的，全吹了。对了，那第16个还是今天早上刚吹的。哎，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吗？尽管问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那咱们吃饭吗？好。哎，这菜怎么还不来啊？服务员，哎呀，妈，你原谅我，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吧，你一定要原谅我好吗？哎呦，啊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没看我正忙吗？我相亲呢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一个小白脸的，不怀好心眼的，他能为你这个吗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，咱俩不合适，听不明白吗？婉儿。
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抛弃我好吗？我怎么你一定要离开我？不，我不能离开我，你别跟我分手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就像白天没有太阳，晚上没有月亮，我的生命就没有你。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哎，我都说了咱们俩不合适，不合适你懂吗？不，我们俩是最合适的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么的高大，我求求你了，凡儿，你滚远点，滚，你给我滚远点啊！啊，你信不信我当这么多人面，我抽你！抽我？你一定要抽我！你打我左脸，我给你右脸；你打我是我对我最大的恩赐，你打我，快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！打我，打我，打我呀！快打！没教育好。恩人，恩人，您慢，您慢。哎，还给你。为了成功的扮演你，照着你的发型买的。我不修，我不修。怎么样，姐妹这回也算够仗义的吧？恩不言谢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我每天给你道歉，直到您重新给我好脸为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急啊，这戏啊还没演完呢。哎，等会儿。什么？哦，这就对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咋样啊？没心情问他们。这咋的了？这是没相中。这个死饭碗，老师有啥不好的？挑三拣四的，没事啊。是人家没相中他，人没相中他呀。嗯呐。啥？绣球没接着，白相了。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个破老师吗？没相中咱，还看不上他呢。找谁啊？阿姨您好，请问这是饭碗家吗？是啊，你是谁啊？阿姨，
我是爱萍阿姨介绍的，昨天跟饭碗见面的。哦，是昨天去跟饭碗相亲的那小啥来的？小吴是吧？小吴，小吴，是我是。你不是没看上我家饭碗吗？还到家里来干啥呀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。赔礼道歉了，还带水果，那进来吧。好，谢谢。没事，进来。那啥，小吴，坐吧，坐，就坐这儿就行。哎，坐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那个，小吴啊，你今天来啥意思啊？阿姨，昨天时间太短了，没有跟饭碗好好聊一聊。我觉得他挺好的，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当。所以我就……所以你琢磨了一宿哈，琢磨过味儿来了，今天就又来找他了。那就是说哈，小吴，你挺喜欢他的是不？好啊，饭碗儿，饭碗儿，有人找你。妈，我走起来，你们聊啊。来找饭碗儿来。饭碗儿，你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妈。我见过。昨天你不是说跟他已经分手了吗？怎么又住在一起了？你谁呀？对呀，你不是我找你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我肚子疼。哎哎哎呀，妈，我告诉他那儿不是厕所。弄得跟那俄罗斯套娃似的，你念经呢？不是，哎，那个犯人都给你集合好了，就等着你训话呢，啊？哎呀呀，这叔，你别老怎么坐着了，啊？有气你就撒回头憋出毛病，治不好，听没有？妈，啊，您别这样行吗？您越这样吧，我们这心里越难受。您，都怪我，是我不孝顺。您有什么火，您都冲我发，啊？妈，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冒名顶替去相亲这招是我想出来的，相亲也是我去的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哎呀。哎妈，妈，我错了，妈，你说句话呗，妈。妈，看这架势啊，俺妈这回啊是真走心了。还没到那个程度，现在只能叫伤心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老做这种缺心眼儿的事儿呢？哎，这事儿跟咱们可没关系啊！我跟你说啊，
一边是日本鬼子，一边是同胞，要么选择当汉奸，要么选择牺牲，咱们总得选一样吧。可咱们这回是汉奸也没当成，倒是掩护过我们的老战士要牺牲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全怪饭碗，日本鬼子就是他给招来的。谁啊？山本独丁。啊？那就独丁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妈说的是真没错呀。村子的不安定全是我姐给搅的，哎，这回还带个小鬼子来。哎，就别说那么多了，你就说说现在怎么办。那亲爱的，我哪知道怎么办，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办了，赔礼道歉也不行，软的不行，硬的不行，你说怎么整啊。你说我这回也是想破头都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辙了。我现在就求啊，求我姐道歉成功吧。怎么？哎，还没吃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差跪下了，怎么说都没用。哎呦，那还是绝食啊。嗯，水米不进。哎呦，看来这位老战士这回是铁了心的要牺牲啊。不是你太逗了你，哎，你这个人要不当二人转演员，真是可惜了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出戏如果你不跟我一块儿往下唱，那咱俩以后就没话了。不是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这孩子多听话，你想骂他就骂他，是不是？你干嘛？你要装什么泥胎呀？不是要我说范建国你这个人吧？你这辈子就是吃了那个没有文化的亏了，你被这个没有文化害惨了。你跟我在一块儿吧，也就是我能容忍你，跟另外一个人早跟你分了。你这都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我越不说话，饭碗就越害怕，饭碗越害怕，那我不就越主动吗？不主动什么？你能动到哪儿去啊？不是你咋连这都不懂呢？你以为我想饿着呀？啊，我这一天我钱用都贴后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唱这出苦肉计为啥呀？这都不明白。那你说骂痛快了，那饭碗该咋着咋着，该跟秃顶约会就约会去了，那管用吗？不管用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些全都是跟那几个兔崽子呀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。不懂。你这样有用吗？你要没有用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！拉倒你也得扶着我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明天绝不能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我今天吃过东西，就说我一天没吃，啊。妈妈，我的亲妈妈，您就高抬贵手吃根油条吧。您不是最喜欢这头锅油的吗？这可是我早上5点就下楼给您买的第一锅的，您尝尝。妈，这是我刚煮的鸡蛋，柴鸡蛋。你要觉得不好吃，我再给你摊一鸡蛋，你尝尝。妈，来来来，喝口粥，不用您动手，您张嘴就成。啊啊啊啊！啊哎！哎！爸，你干嘛去？下棋。我妈都绝食了，下棋去？没事儿。饿不死啊！哎，嘿，这怪不得我妈骂你一辈子呢。是啊，心也太大了。艾老师，我去相亲是因为这事儿是您介绍安排的。是，
在学校您一向是办事靠谱，从来不去做那些不着调的事情，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满怀期待去的，可结果呢？可结果呢？慢慢坐那说。来来来，结果就是我被欺骗了。喝水。您介绍的那个饭碗，他有男朋友啊？那还跟我在这儿做游戏，他把我们老师当什么了？傻子吗？这不是耍猴子吗？吴老师，都怪我没说清楚。哎，他之前是有个男朋友，可他妈不同意他们俩分了。他也是跟我这么说的，可是我到他家里看到的是什么？非法同居呀！非法同居？对呀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就是他说已经分手的那个男朋友，他早上是穿着睡衣，跟他一起从房间里走出来的。不可能。绝对不可能，他妈死活不接受这个男朋友，他怎么可能领到家里还在一起住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您要是不信，打个电话去他家里问问，看看到底是谁在撒谎。我这可倒好，还没恋爱就失恋了。吴老师，吴老师，你别着急，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，回头我打电话你到他家里去问问。怎么了？这谁呀？我女儿。您亲女儿？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大街上捡个女儿回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彭俏俏啊。跟我相亲的就是她。啊？不会吧？艾老师，您可以跟我开玩笑，但请您要自重，这不耍猴子是什么吗？妈，喂，妈。彭俏俏，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做出合理的、可信的、我可以接受的解释，你说吧。行行行，我解释，我道歉啊，我一切都会跟您说清楚，但是您等我回去再说行吗？这边不太合适啊。哪合适啊？我这合适吗？你说让我以后还怎么回学校啊？是，我现在是退休了啊，但是我也不能让我以前的同事在我背后嚼我舌根子吧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给人家吴老师介绍对象，你去相的哪门的亲呢？你让人怎么说我？行了行了，说两句就行了。俏俏这样做肯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彭校长，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在家里，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说话。这是对我最起码的尊重。说呀你，说呀。哎，行，你别生气嘛。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别跟你妈吵，就说赖我不赖你也行。喂，妈，我刚才说。喂，怎么了，媳妇儿？范亮，
以后我打电话的时候呢，请你不要随便打断我，啊，这是对我起码的尊重。Ha ha ha.